众所周知，给骑士取名字这件事，东大妈可谓是十分讲究。而对于给骑士取外号这件事，观众们更是乐此不疲。那么今天小陈就给大家解析一下，每位主骑的名称都是怎么设计出来的，以及他们众多外号又有什么含义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开盘。1W 字双骑，号双色怪人，这也史上第一位双人变身的骑士。其实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石森章太郎的另一部作品《电脑奇侠》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首先就是双位一体的由来，在《电脑奇侠》中的机器人就采用左右异色且对称的设计。这恰好也符合了剧组对于创新的需求，毕竟随着第七的完结，平成旧十年也完美落幕。而接下来的这位新骑士，除了延续传统的骑士血脉之外，他在观感上跳出以往的框架，给观众带来一定的冲击感。于是左右异色双位一体的这种设计就被剧组采纳了。而至于为什么叫 W， 首先就是英文中表示双人的 double 一词，与 W 读音相似；其次就是 W 也是一个左右对称的字母，所以不管是在读音上还是在形体上 ，W 这个名字无疑是最契合这位骑士的。而该剧引进国内之后，直接就给汉化成了双骑。至于为什么叫双色怪人，那肯定是和没见过世面的女主有关了。2欧兹，字欧兹，号三代，人送外号三轮天尊。想必大家也能看出来，这个名称最直观的解释就是由三枚硬币演变而来。没错，兄弟们，假面骑士的名字一般都是在骑士设计好之后，再结合各个方面元素综合拟定而成。而除此之外，这个名称还有另外两种意义。第一，就是在日语中王的发音和欧相似，而王便是实力的象征。看过该剧的小伙伴都知道，欧兹在假面的设定中一直都是很能打的。其次，就是由无穷的符号变形而来，这里对应的就是剧中的欲望了。毕竟欲望都是无穷无尽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小陈这里他就叫三代。三 Force， 字细奇，号四载，人送外号火箭头。说到 Force 这个名称，就不得不提一下东大妈的造死大法了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名字由来肯定离不开40周年，而小学生都知道40的英文应该是 40， 但东大妈偏偏不喜欢完全照搬，而喜欢强行拆散，把40拆成4和0，然后再从他们的英文 4 和 0 各取一部分，最终就组成了 Force 这个名称。而在中文里，细又代表40的意思，因此也被国内网友称为细奇。而在小时候，奶奶又曾说过，细又是插粪把的意思。就凭这波解释，火箭头怎么也入选真香系列吧。四 Wizen 的，字乌奇，号法爷，人送外号卖鸡的小摊。众所周知，假面骑士的创作一般遵循一个原则，那就是接档的前后两部骑士要在某一特征上正好相反，以免设定上的雷同。如空我讲究真实回归，而承接空我的亚基托就加入了神话元素。而这部作品的前作 Force 是以机械类骑士为主，因此制作人在这里就选择了魔法题材。对于这位骑士的名称可以说是最随便的一个了，前面还说东大妈不喜欢照搬，现在看来还是说早了，这次直接把南无的英文单词 Wizen 给搬了过来。小伙伴对于这波操作也是懒得吐槽，干脆给他叫法爷得了，不仅干净利落，而且还很霸气，这样才显得更有身份嘛。而卖鸡的小摊则出自 OP 第一句歌词的空耳。话不多说，咱们耳听为实。五台五，字傻城，号水果勇士。这个名称还是遵循上面的创作原则，因为之前的 Wizen 用的是纯英文，所以这次就用纯汉字了。好家伙，真不愧是万能法则，就连骑士的名字都能套用，不得不佩服啊。而说到这，小陈就来考考大家，那就是首位使用汉字名称的骑士是哪位，期待你们在评论区回答。而铠武就是铠甲的武士的简称，这主要是为了对应剧中的战国元素。而小伙伴还能看到该骑士的另一个名称，也就是 Gaim， 大家千万不要被迷惑啊，这并不是一个自创词，也不是这个骑士原来的名字，这就是铠武的日语罗马音拼写。大家如果要搜索这个骑士，在不加假面骑士的前缀下输入 GAM 页面就是五花八门的关键词了，只有输入铠武才会最直接的呈现假面骑士。六 Live， 字池崎，号金姐夫，人送外号老司机，平成第二强。到了这，东大妈取名字又开始随意了起来，也是直接把 Live 意思给搬了过来，他的原意为池崎驾驶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也是在契合主题的基础上才会直接套用，毕竟这也是首位使用赛车为主题的骑士，因此在这个名字也没有什么不妥。至于为什么叫静姐夫，还不是因为静之介泡了赤壁刚的姐姐物子，所以赤壁刚叫他静姐夫，小伙伴们也跟着叫了起来。至于老司机这个称号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剧中驾驶赛车，最近其扮演着竹内良真也有着劈腿的行为，所以老司机确实是实至名归了。关于平成第二强就不用小陈过多介绍了吧，小伙伴们用图说话。七 Ghost， 字林奇，号鬼仔，人送外号平成 rap 皇帝。想必大家也能看出来，这个名称继承了前作的慵懒，也是直接将英文单词给套用了。 Ghost 原意就是幽灵鬼魂，因此用来代表这位幽灵为主题的骑士也没啥毛病。而 rap 皇帝这个说法还真的是用实力争取来的。话不多说，咱们来感受一下。
我呸的。而除此之外，他有个平城干饭王的称号，为了干饭神仙都不做了，这哪叫不食人间烟火，明明是大口大口的时候吗？而忘了在哪个小角落里面，小时候还看到有人将林奇称为狗屎特，到底是哪个小可爱这么调皮，是不是背单词都喜欢用汉字标音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小张还是觉得鬼仔更亲切，发 X 赛德，字小天使，号杀马特，人送外号害怕母铁鸡，说来也是挺逗的，变身前叫小天使，变身后就成杀马特了，想必也只有 X 赛德里才有这种落差感吧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们还是来看看官方的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吧。该名称也是由究极一词的英文缩写和表示救助的英文组合而来，也就是究极救助的意思，这跟剧中的医生和游戏病是相对应的。至于害怕母铁鸡这个外号，说起来就和黄金头皮屑有关了，在解锁无敌玩家这个形态的时候，大家只要认真听一下变身音效，就能找到这只老母鸡了。因此这句空耳就被大家广为流传。除此之外，虾饺的丧尸形态也是很能装逼的，叫 Billy 的，字创奇，号天才恶魔科学家，人送外号 Billy 狗。至于东大妈设计的名称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到现在小陈已经习惯了， Build 就是创造和创建的意思，因此汉化之后就是创奇了。但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日式英语发音了。学过英文的小伙伴都知道， Build 这个词如果用拼音来表示，那就是 Build， 而日语发音为 Billy 的，这样的读法神似之前流传的一句口头禅 Billy 狗，因此这就被网友拿出来整活了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搜索假面骑士 Billy 狗，看看是不是有我们的大聪明。十Zero， 字石王，号小魔王，人送外号大表哥。到了平成的收官之作，东大妈总算是用心了一会儿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名称算是平成最讲究的名称之一了。首先在 Zero 里， Z 的发音和日语中的石相同， O 又是日语中王的谐音，组合起来就是石王了，寓意为时间的王者。此外， Zero 也是日语中王子罗马音的倒读，代指未来的王。而从外形上来看， Zero 也和数字二十相近，寓意为平成第二十位骑士。而小魔王肯定是用来区分老魔王的了，至于大表哥就不用解释了吧。十一Zero One， 字零一，号小社长，人送外号幽梅人。Zero One 为新年号令和的日语谐音，象征着令和第一号骑士，同时零和一也是二进制的象征，这里就对应着剧中的人工智能。小社长就不用多说了吧，除了那张稚嫩的脸以外，在他之前的系列中可是有一位很拽的虾饺哦，无论是辈分还是经验，后人只有小社长的命了。至于为什么叫幽梅人，想必剧中的角色最有发言权了。十二 Saber， 字胜任，号 Saber， 人送外号约定超人。至于官方的这个名称就没什么好说的，Saber就是军刀常见的意思，而圣刃可以说是很优雅的一种翻译了，因为它完美结合了音译和意义，并且还符合了剧中的骑士特点，所以说在取名字这一块还得是咱们大汉字讲究啊。而俗话说得好，面对东大妈这种随便取名的做法，那只有用更随便的方式来应付了。而 Saber 的称号便是直接 Saber 音译过来的。至于为什么要叫约定超人，小陈之前也盘点过，不懂的小伙伴评论区找答案。十三 Revise， 作为五十周年纪念作，这个名称也是一个多重组合，这个词中的 Rise 就是邪恶的意思，对应剧中祭祖人身上的恶魔，而 revise 带有修正和连接的意思，组合连在一起就是 revise， 表示修正邪恶的意思。至于 revise 还有哪些外号，就留给屏幕前的你们了。看其他骑士的一些外号，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哦。好了，今天盘点到此结束，我是小陈，一个绝对不会拖更男人。